发了一个公文跟议会说，议会开专案报告它不便列席，在里面讲说哦，会责成各相关单位要来详细说明与答复，可是刚刚看了前面的会议，所有问题只要跟黄副市长有关，一概都是没有办法代替黄副回答。那这是什么意思？黄珊珊做了20年的议员，现在还没当上市长，只是要选市长而已，就已经学会把公务员当人肉盾牌了。柯文哲口口声声说不要把公务员当道具，但是现在呢？谢谢主席哦。今天我首先第一件事要问在场的所有官员，请问你们哪一位是黄副市长在这个给议会的公文里面所指派代替他来我们议会提供完整说明详细答复的官员，请举手好不好？